这边外网的角色鉴赏的话已经做到第五期了，之前的话有网友催更这一系列，所以今天的话给大家更新一期流浪汉这名角色。首先是角色介绍，名字的话叫做伊凡，是一个傲慢固执的人，心存正义感，不过是打了顺引号的，因为是流浪汉的设定，所以衣着上面呢可以看到许多破洞。打扮方面的话其实有些像是那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，身边的话还跟着一只血雕的宠物。背景故事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，然后这边来看一下技能介绍。首先是纽扣、钉子和雪雕，这应该是他的手持物道具以及宠物。流浪汉口袋中装有一些钉子和纽扣，可以任意时候将其丢在地上，会对经过的监管者造成减速效果，最多可以使用三次。有些类似于舞女的八音盒，但是如果只是单单减速的话感觉没什么创意啊，除非加哥踩到钉子后会触发拔钉子动作的强控效果。下一个的话是雪雕的作用，翻译这边的话好像是可以派遣出去开启最近的箱子，并且通知除流浪汉外的最近一名求生者，感觉这技能的话挺新颖的，但如果设计成窝宝的设定会不会更好些呢？最后两个特质的话分别是休息减速和治疗减速效果，总的来说帮忙开启箱子这个技能的话蛮新颖的，但是其他方面的话就有些一般了，不知道大家怎么评价这个角色呢？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